最近一个月发生不少灾难，令到无数家庭顿失至今。天王刘德华有感而发，8月2号在华仔天地官网上载一张亲笔题写的心经，并且留言：近日世界灾情频传，马航两次空难，伊波拉病毒肆虐，洪湖空难，高雄气爆，昆山工厂爆炸等灾难，这些失去亲友的悲痛，救难人员的牺牲，坚守岗位的奉献，痛念于心，又特别怀念周志坤老师，愿伤者无恙，死者安息，家人们大家小心，也一起潜心为世界祈福，加油。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。